今天就是后续也打好的我吗？今天不是，等一下，今天是六哦，今天礼拜二哈，开会哈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那各位天贤呢？后续明天导读，恭送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真经应运出灾劫消。灾劫消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十八慈悲，德德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招，无私指点路一条，千金万点点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于子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五气朝元一季一份，莲花座上会丹溪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行事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，学至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灾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是名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物才善改，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，士农及工古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顾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事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
雄市化危机，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而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经诵此经，真诚诵此经，故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，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扣八扣九扣十扣手，恭送济公活佛就是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真经应运出灾劫，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八慈悲，德德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红玉隐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私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于子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祭杯，莲花座上会丹溪，尊者本罗汉，上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行事归依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思点化脱苦之，学至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灾，智慧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事明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悟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潮，自农即功古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
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，心明神清身不专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事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，诵此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此真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，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他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诵无量福无边天老嗯，网络不顺了，弹出来了。嗯，得来不易啊，有花报都要珍惜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网络不顺呢？还有300多 mega 内部空间，怎么会这么容易当就是网络失恋？奈那个城市，有时候传送档案都传送信息都失败了。重新连接，爱卿要想成佛，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。劳孙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冤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
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车起皂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，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林，姓氏林吉香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。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。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。菩萨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。祈求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至少知道，招哥采纳，招哥采纳，招哥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。南无大圣真神，感谢各位，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今天为我们导读，谢谢大家晚安。哦，感谢前贤慈悲，还有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感恩哦。父亲的慈悲哦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理论，各位护理论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。
各位讲师、各位前学们，大家晚安。二零的晚安了、啊，前学们晚安了、啊，大家晚安。